好、哦，来到筹黄店了。娘，我回来了。义母，你们回来了，还好吧？可有受伤？才没有呢，要不是有我在，现行还根本完不成不了任务。连恒也说多少次了，心儿是你义兄，说话要有一点礼分在才成。娘，娘，爹呢？你爹到地牢里去了。心儿，你义父方才说要你回来后到地牢寻他复命。我明白了，这是一副需要的辟邪玉。辛苦你了，星儿。义母，还有事吗？没事，快到地牢寻你义父吧。哦，地牢这么大。我还以为进去就是牢房嘞、欸。啊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！天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用语啊？这是九年级生的用语吗？用语吗？哎、欸，是这样子吗？玩花舞圈没比较快啊？这边有东西吧？看起来就是有东西的样子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被骗了。到了吧？哼，有我在，怎么可能会失败？小姐说的是。爹，你们回来了。爹，人家和你说，谢谢恨他。星儿，此情顺利吗？爹，为什么爹总是不肯瞧我一眼？我天也办完事了，你还是不高兴吗？孩儿已经将辟邪玉交予义母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很好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可是还不够，还不能出手。将小鱼继承叶南天的剑术，这么多年，想必变得更加难缠。孩儿誓死追回，父母血债。好，为了奖励你，今天义父送你一个礼物。瞧瞧眼前这个人，你可知道他是谁？他也指着义父，在喝了年幼时被你擒得死的。如果义父告诉你，这个人便是你另一个血仇江无缺呢？江无缺，没错，他就是货真价实的江无缺，就是灭你全家、杀你双亲之人。如今他就在你的面前，你会怎么做？很好，用你沾满仇恨的剑，穿透江无缺的身体吧。我为何下不了手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你忘记冤死爹娘是如何坠入充满怨恨的黄泉里吗？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？就是他，江无缺。
我先回房了。哼，没出息的家伙。谁敢告诉我，我是为了什么而活？复仇吗？我是怎么了？他不是我的仇人吗？为什么那时候的剑沉重让我动弹不得？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悲伤感觉，又是从何而来？我一定要弄清楚，一定要再请教无缺一面。哦，什么人竟敢闯入朝皇殿？哼，不知死活的家伙！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少主呢？这个敌人是什么属性的？看不出来。老皇的钥匙应该是这一把吧？走路。这边人好多、哦。什么人？对我在暗处的人，出来吧！你是谁？浩荡胆子，竟然敢自称独闯朝皇殿！哼，只可惜你的性命就到此为止。哼，你想学哪一种死法？不管是哪一种，我都可以成全你哦。先放个杀意。看起来他们是土属性的。放这招，你靠超厚了，这鞋是这样。死一个。你是说他敌人发招的那个的声音吗？嗨，怎么会说他娘炮呢？嗨，呀，嗨，呀，呀，嗨。没得用。自从艾雅之后又变。最后一个。哼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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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是快死了。他不会写了。啊，差一点。
吓死人。什么？那很硬了。是，请问是哪里硬了？是你的拳头吗？如果是拳头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打赢了，轻松了，轻松了。江无缺，你的威风到哪里去？哪是杀害我双亲死的气魄来啊？难道你以为就像这样不做声色，我就放过你吗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沉默就可以使你放下重罪，得到救赎吗？爹娘，心儿这就替你们报仇。姐，好痛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开口？为什么？我要你亲口承认，是我杀了你爹娘。我要你亲口说出，我是你的仇人。然后，我会给你一个痛快的。我没有哭。这是爹娘怨恨的泪水，孩儿不孝。你，这药草那活血生机，我到底在做什么？不用感谢我，我只是不希望我所杀的是个像烂摊你一样的无良废。我看到了哟，我都看见了哟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还是不理人家吗？你想怎么样？哈，你想帮江武缺上药这件事，要是让爹知道了，显心恨，我这里做到你的把柄了吧？哼哼，这么一来，爹就不会再只看你一个人了，而我也可以。你要是敢说我一个字，这把剑将刺穿你的喉咙。娘，爹，我心中的愤恨火焰并未平息，只是好沉重。这个无可宣泄的悲哀究竟从何而来？